姐姐，就算姐姐，别你把别人家先骂出你老公去，妈咪走可。OK 来，我们来一个。婚礼摄影到底有多累？阿咪来，敲敲。姐姐，就算姐姐，别你把别人家先骂出你老公去，妈咪走可。又走可。听我讲啊，你身体你过来这边，放在找不见。OK， 你阿看妈咪，去看妈咪。在第一点的妈咪的头，在妈咪头这边就好。好的，阿德。OK 来，我们来一个。姐夫跟着做，姐姐跟着做，你做你自己。准备来，一二三，好不到。你就这样，你真的，这是你的。害羞。好，对，啊，就长得最。出来。出来，看我这边。看这里。看这里，我是太原。OK。开心吗，娶老婆？开心。来，好，对，看我这边，来，好。笑。你想要选几号？1到6号。4号吗？来，4号帮我向前一步，转身右转。3、2、1，请揭晓。选错了。刚刚主持人说选错要怎样苦茶？来宾啊，掌声先送给我们新郎，先把这杯苦茶喝干。几号？3号。3号吗？主持人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选正确呢。哦，3号好像选错了哎，你确定你要选3号对不对？起来，你又选错了。等一下，智者，你可以不要选错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很多吗？我学一下猫叫的声音。姐夫，喵。看来是因为昨天有重度感冒确诊过的猫咪。喵。哦，只是2号而已，稍微很低哦，那肯定是传染的。来，最后一位6号。一起拍手。地上选几号？2号。这就给你2号了，来，2号请出列，眼罩拿下来。哦，老婆瞬间长高好多哦，是个男人啊。好，这个你可以报，我前面都不行。1号吗？这是您最后一次的机会了。3、2、1，请揭晓。好了，掌声恭喜。其实之前刚刚就有猜对，我比较调皮一下，把你当调换了一下。